木马旋转，美梦似是遥远，未来藏着险峻，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暖，看着这入场券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话年夜后飘再多的困倦也不愿，只在平静地说出丝丝的爱怨，不生也愿记起香港的是你，樱花璀璨夜晚的会恨你，坐咖啡杯温馨记忆旋转转世未天边星宿也没法比，住陪伴在你身边也美丽，始终可以幸福地沉迷在美梦里希冀。大家好吗？上面的朋友你们好 ，Hello， 嗨 ，Hello， 哇，好靓喎，你哋着得。跳起，当身边挂着相机，假使到最后还未望到，不准你别离。我知心里正准地，无缘合照影抱紧你。好靓喎，你哋全部都着得，系咪一定会表演啊？你哋都系啊，好靓。哥哥姐姐，你哋好。在长夜里拥抱，然后爱定对上说清楚，彼此却也不可比美。你待我好，星空不算是太高，假使有你在旁陪伴我，一起会遇到，我将一切寄心内。Thank you。 首先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蜜花臣游乐场这里跟大家过一个很开心的下午，还有都非常多谢罗少雄 MH 罗主席去邀请我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表演，是我的荣幸来的。咁跟住落嚟咧，希望送翻首歌咧，亦都系自己嘅作品嚟嘅。咁啊，呢首歌希望祝全场嘅朋友每一日都开心快乐，最紧要日日都身体健康，送俾你哋，祝我今日快乐。Thank you， 一齐拍下手好唔好啊？系会暖啲嘅，一齐喐。Sound
了，仿佛躺在最遥远的世界，衷心呼叫，记不起不舍，然而成熟了，时代在流走一分一秒，青春的心跳，价值挫败有多少，剩低的会是了了。这首歌咧系喺我比较唔系咁多正能量嘅时候，自己写俾自己鼓励自己嘅，所以喺呢度都送呢首歌，希望都大家每一人都开心，因为开心好紧要噶，送俾你哋啊！这当天叫我心敲碎，教我乐天出发那句风和泪，绝不会愁绪，我都敢于去试，愿在最活立世界，怎将心声听听，那个可会跨过所有的也不少，多心的已觉了。想起那年纯真的幼年，此刻闭目回望见。想俾大家祝我今日快乐。真係好靚，同埋咧真係好有才華噶嘛 ，Jackie 唱作啲歌咧，好快就可以上口噶啦。多謝你。好啦，今日咧多謝你嚟幫手啦，亦都咧特邀請你嚟做嘉賓咧，想咧我哋幫手呼籲一下我哋道路安全要注意嘅信息嘅。好，冇問題。首先各位哥哥姐姐、大朋友小朋友有冇睇警訊啊？有。有冇睇警訊啊？有。有就係嗰位企喺 Kevin Sir 隔離嘅女主持啦 ，Kevin Sir 成日叫我 KJ 嘅。我再一次用另外一個歡迎大家嚟到呢一度收睇台上面嘅表演。我係 Kelly Jackie 陳曉琪，係啦。咁其實我喺警訊入邊成日都會講好多唔同嘅一啲道路安全嘅知識啦，加埋我自己都係道路安全大使啦。所以咧喺度其實入得嚟呢度咧，大家都一定係非常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因為好多攤位遊戲，我見到頭先好多咧都已經攞到好多。好多禮物啊！我哋今日係啊，係啦，所以咧，其實道路安全好緊要嘅。我哋咧作為行人，係喺過馬路嘅時候咧，一定要好好善用我哋嘅行人過路設施嘅。係啦，例如頭先我哋講過有紅綠燈啦，係啦，有天橋啦，係啦，安全島啦，行人隧道啦等等。咁同埋最緊要大家都係道路使用者，不論是駕車人士定是我們作為過馬路人士，我們最重要是守法忍讓，大家互相尊重一下，其實意外就可以大大減少的了。是的，那要忍讓一下啦。那另外駕車的朋友呢，都是要有些注意的，是不是？是的，第一件事記得要帶安全帶，攬安全帶啦，係啦，同埋咧喺因為其實車咧嘅喺道路上面行駛咧，其實廣告都有講啦，馬路如虎口，真係好似好多隻老虎喺個路面上面嘅。咁所以揸車人士咧，大家都要一眼觀七咁樣去望一望咧路面發生嘅情況，因為其實尤其啦，今日星期六日嘅時候咧，有時好多一家大細啊，又可能出去 shopping 啊，咁可能咧。大家都要多多注意一下路面的情況，那就可以減低這個意外的風險啦。
係啦，即係只要咧每個朋友仔咧都留意多啲啦，忍讓多啲啦，咁咧我哋意外咧就會變成零意外冇意外噶嚇，咁啊我哋口號就係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冇錯，多謝曬你。剛才跟我們唱了兩首歌了，那應該會 encore 的是不是？你需不需要 encore 啊？我會阻住大家，我可以行我可以先走先啊encore encore 是不是 encore 的？ encore 是不是啊？這邊的朋友需不需要 encore 啊？需不需要再請 Kelly 跟我們唱一首歌？ encore 的聲音是怎樣的？可不可以讓我聽一下？好像炮掌聲的嘛，應該好像幾千人啊。好好好，多謝。好，今天麻煩你幫我們唱一首歌。好啊，請 Thank you 慧欣。好，咁啊，嚟緊下個禮拜，小朋友知唔知嚟緊係咩假期節日啊？冬至之外仲有咩節日啊？聖誕節。係啦，聖誕節，所以咧，我今日都帶咗一首我自己寫嘅歌咧，就好有聖誕氣氛嘅。咁喺度提早同大家講一句聖誕節快樂，希望大家有一個非常之幸福美滿嘅2019年。咁啊，送俾大家呢首歌叫《北極村的回信》。有请我主席，有请我哋咁多位嘅朋友。